新年快乐吧。当然要孝顺，孝顺是王道。看一下，对，这是安卓亲手写的哦。儿子，你送爸爸一瓶香水，我正想买，我喜欢这味道，男人味。一旦送你其他东西，我怕你都舍不得用。爱，我不明白，说不出来。哎，我也要，我也要。这是一家人，我们是家人节。好，我亲爸一下。兄弟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父亲节啊！爸的爱，父爱如山啊！那你现在能够安全的从联邦回来，是不是要感谢一下父母的爱啊？你觉得送你爸什么好？香水。为什么？我送他其他东西，他可能会不敢用，你觉得太珍贵了。但是如果我送他香水的时候，至少他还真的可以用得到。就很像是我小时候跟我爸一起还会共浴的时候怀念的感觉，努力往孝顺的路上走，不敢说自己是最孝顺，但我努力吧。你是我眼中最亮的星星，写你对你爸的爱吧，虽然他写错字，但是心意才是最重要的。Yeah， 你做他的心啊。好，所以姐姐这个父爱很重要，很重要，教育大家要孝顺。嘿啊，春节快乐！哦，谢谢你们，耶！儿子很乖吧？当然要孝顺，孝顺是王道。看一下，对，这是安卓亲手写的哦。你是我眼中，不要认出来吧？来，妈妈抱抱，儿子好棒。不要尴尬，不用害羞。儿子，你送爸爸一瓶香水，我正想买。尬，为什么要尬？尬是什么意思？然后拍一下你害羞的脸。要害羞，再慢一点，我看你的脸有多开心。哇，好温馨哦。耶，我喜欢这味道，男人味。对，你闻。来，哇，儿子，来过来，来，儿子来。耶，哇，谢谢儿子，父亲节快乐吧。啊，快乐。穿短裤。平常送你其他东西，我怕你都舍不得用。我也要，我也要。好温馨啊！父亲节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我们是家人节。好，来亲爸一下。我没有。父亲节有一个要求，亲爸一下。加码，加码。谢谢。开心，开心，耶！尴尬。